玩生存模式，这次生存模式是很特别的，有一位粉丝叫我全场都用拳头，就是那个空手啊，打死全部玩家。哇，哎，马上遇到一个人了，不要怕，我有无敌效果，不怕你。会死你！啊，无敌效果要完了，我跑先了。我进来，我进来了 ！Oh my god, oh my god！ 还要死了，他死了！我吹！啊，我死了，！Oh shit！ 维他要死了，我还命剩一点点嘛。然后再换另外一个地图。Few moments later， 这样啊。OK， 然后跟大家讲，这个有一个 bug 是我不要发现的。哦，我随便跳下去，那你知道哦，跳到这个灯塔，这里是不是蓝图嘛？哦，然后我跳下去的时候，我卡在这个灯塔这个上面。你看我卡在上面，我可以看到蓝图的全部。我只是卡在灯塔这个蓝图。这个 bug 没有什么，就是装逼用的。我赶快拿医药包什么。哦，有枪，可是我不会用哦。没有人吗？为什么没有人？哦，我看到有人了，我去跟他战斗。谁在射我？谁在射我？谁他妈在射我？谁在射我？到底？我一直受伤，妈的！哦，我毛死啊！毛死你 ！Yes， 我打死一个人了。我中啊！不然那个上面的人一直射我。哇，你他妈到底在那里啊？哦，很好很好，我上去猫哈。我可以直接猫死一个人，超爽的。你看那个射我哈。